日要介紹嘅係 Stucco Italiano 嘅 Travertino。呢款批灰嘅主要材料係天然礦物石灰，質料堅固，亦有耐潮特性，適用於室內或室外。喺講解之前，提提大家，大部分原材料都係白色嘅，我哋會按照客户要求調配出唔同顏色。Travertino 是英文 Travertin 的意大利文，意思是洞石，顾名思义 Travertino 可以做出好像洞石那样的效果。一般 Travertino 都是米黄色的，我们亦有提供白色的版本，都可以根据我们的调色系统混合出不同色彩。以下是施工程序，首先你用油扫扫上一层底油，然后用批刀上多一层 Travertino， 轻轻力推开薄薄一层就可以，记得要均匀做完整个施工范围。待干，跟住重复刚刚的步骤，涂上第二层 Travertino， 要在未干的时候利用批刀的横边落手刮出划纹，左右两边来回轻推，粗糙的外观但光滑的手感，加上华文突显的自然阴影，令人仿如置身于意大利托斯卡纳洞石之中。以下是几款 Travertino 的效果。如有任何查询，欢迎联络我们。